转换一下心情，要来看的是明天晚上开奖的金球奖 Powerball， 头奖奖金已经累积到了4亿2500万美元，因此在全美各地掀起金球热。南加华人社区今天也出现购买彩券的人潮，在高额奖金的诱惑之下，许多民众加码购买，希望能够增加中奖几率，买气势节节攀升。加州彩券局官员乐观预测，头奖奖金很有可能在明晚开奖之前冲破5亿大关。在高达4亿2500万元奖金的吸引下，蒙氏一家华人书局今天上午人潮不断，几乎人手至少一张进球彩券。我刚刚买了10张20块，我中奖了。哎呦呦，我的愿望很大了，就现在是做实现了。但是好像我已经老了，一定要我的朋友老了，要给他们一点点。是买了嘛，什么10块钱，值3000，然后再剩下在我们的。本来我一般我是买3注的，是吧？有奖金多的时候就要买多10注嘛。书局业者谷小姐手脚不停地收钱打印彩券，她说明显感觉到这两天进球买气持续升高。很多人都来买试试看看嘛，运气嘛。有时候有些买2块，有的人就买20块，有些人就买10块。最多的你看到买？最多的好像人家餐馆呢、一大堆人就加起来1000块都有。加州彩券局官员表示，自进球在加州开卖以来，他们华人市场的业绩上升了30%，这次高额奖金有望再创销售佳绩。因为从6月27号以到现在为止还没人中嘛，今天11期了，所以这个头奖率就到4亿2500万。我相信这个头奖应该落到我们华人手上，我也希望。所以我们华人要买，那就不需要多买了，买一两张就够了。陈富坤并表示，距离开奖时间越近，买气越高，因此预测明天购买彩券的人比今天应只多不少。而在明晚开奖前，头奖奖金渴望冲破5亿大关。18台新闻蒙氏采访报道。